同学们大家好，那么本节课呢我们来进行这个 TCP 协议的可靠传输的学习。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其实已经对这个可靠传输的基本原理有一个了解了。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 TCP 协议的可靠传输呢它是基于这个连续 ARQ 协议的。那么这个协议呢是我们在上一节课所学习的。那么对于这个连续 ARQ 协议呢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分别是这个滑动窗口以及这个累计确认。那么这两个概念呢在这里面的 TCP 的可靠传输呢是同样的适用的，那么这一个是需要注意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 TCP 的滑动窗口是以字节为单位的。那么在前面呢我们在对这个连续 ARQ 协议进行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为了方便介绍，我们把每一块呢都认为是一个新的报文。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TCP 的滑动窗口呢它是以字节为单位的，而不是以报文为单位的，那么这一个也是需要注意的。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结合我们前面所学习的这个连续 ARQ 协议来理解这个 TCP 协议的可靠传输。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假设有一段的这个字节流需要进行传输，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假设这个滑动窗口的大小为7。在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是为了方便理解才把这个窗口设置为这么小的。那么其实呢在实际的情况下呢，这个窗口的大小其实是很大的，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为了方便这个理解，所以呢这里面把这个窗口的大小设置为7。那么窗口大小设置为7呢，表示说窗口里面的7个字节呢都是可以发送的。那么在窗口之外的左边的呢就是属于这个已经确认的字节序号，那么右边的呢就是属于不允许发送的字节序号。那么对于这个23呢，其实就是对方期待收到的下一个字节。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前面在学习 TCP 协议的首部的时候的这个确认号的概念。接着呢我们把这个例子做一个推进。假如说在某一个时刻，这个23到26的这四个字节都已经发送出去了，但是呢没有收到确认，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已发送还没有确认的字节，而剩余的这个三个呢就是允许使用的窗口，也就是说对于大小为7的这个窗口呢，前面的四个字节已经发送了，但是呢还没有确认，那么后面的三个字节呢是可以使用的，也就是说后面的三个字节呢是可以发送的，但是呢因为这里面的发送的数据呢还没有收到确认，所以呢这个时候窗口还不能向前的去推动。那么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这个23和24的这两个字节呢已经收到这个确认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窗口往前推动两个字节，那么这个时候呢左边已经确认的字节号呢就到了24这个字节序号，而这个不允许发送的字节序号呢就从原来的30变成了这个32，那么这个呢也是由于这个滑动窗口往前推动所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窗口的大小依然为7，但是呢这个时候还是有两个字节是已发送未确认的，所以呢实际上这个窗口虽然往前推动了，但是呢它实际的可用窗口呢其实只有5这么个大小。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属于前面的发送的字节已经收到的情况下窗口往前推动的这么个情况。这里面我们再来考虑一种情况，就是假如说窗口里面的7个大小的字节呢都已经发送出去了，但是呢一个都没有收到确认，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可用的窗口是0的，因为这里面的所有发送的字节都没有收到确认，那么这个时候呢滑动窗口呢是不能往前去推进的。那么这个情况呢也是属于实际运行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再来考虑一种特殊的情况，假如说这里面的窗口为7的大小的所有的数据都已经发送出去了，但是呢在某一个时刻，这个25字节的以及27字节的这两个字节呢它的确认号已经收到了，但是呢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25和27呢它并不是这个已经发送的消息里面的前面的，也就是说这里面的确认号它并不是按顺序收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面怎么办呢？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知道的是23和24这两个字节它并没有收到这个确认消息，因此呢这个窗口它不能往前去推动，因为23和24这个确认号还没有收到。那么假如说这个超时时间已经到了，23和24它还没有收到这个确认消息，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使25和27已经收到了，但是呢我们还是
是要从23去重传这个消息的，因为这个23、24的这个字节的确认号还没有收到，所以呢在这个超时时间之后呢，我们需要从23重新的去发送这些消息，即使你收到了后面的这些确认消息呢也没有用。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 TCP 协议的可靠传输。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没有按序收到这个确认号的话，那么在超时时间里面呢就可能需要进行这个重新的传送。那么从这种情况下面去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可靠传输啊它的效率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前面的我们已经收到了25和27的这两个确认号了，也就是说这两个字节呢它已经是准确的到达了对方的，但是呢这里面因为这个23和24这两个字节它没有收到，所以呢我们还需要把25、27这两个字节重新的进行传输，那么这样子呢会导致这个重传的效率并不高。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提高这个效率呢？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内容，就是这个选择重传，它可以选择某一些消息进行重新的传输，而不是把所有的消息重新的传输。那么选择重传它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那么选择重传它在工作的时候呢，它需要指定这个需要重传的字节。那么在前面学习这个 TCP 首部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每一个字节呢它都有一个唯一的序号，32位的序号。那么这里面呢这个选择重传就需要指定这个32位的序号它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个 TCP 的首部。那么其实对于这个 TCP 的首部呢，我们了解了其实它并没有关于这个可以存储选择重传指定字节的这个内容的位置的。而且我们知道对于这个字节呢，每一个字节都有一个唯一的32位序号，所以呢在存储这个需要选择重传的序号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需要耗费很多的这个空间的。因此呢在实际的这个选择重传里面呢，这个数据其实是存储在这个 TCP 选项里面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个数据偏移这个字段。那么对于数据偏移呢，我们知道它占有四位，它可以表示的范围呢是0到15。那么因为这个数据偏移呢就限制了这个 TCP 首部的长度，最多为60个字节。那么这里面呢因为有固定的20个字节，所以呢这个 TCP 选项呢它最多只能有40个字节。那么在前面我们也知道了，对于这个序号或者是确认号呢，每一个字节都有一个唯一的序号，而每一个序号呢都占有4个字节。因此呢对于这个 TCP 选项它最多有40个字节，也就是说它最多只能存储10个序号。那么这里面呢这个 TCP 选项它最多只能存储10个序号，那么是不是就表示说对于这个选择重传它只能存传10个字节呢？那么其实并不是的。我们在了解 TCP 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知道 TCP 的包文呢它其实一次可以传送很多个字节的。那么前面的这个例子呢也是为了方便这个 TCP 协议的可靠传输的理解，我们才把每一次可以传输的这个字节数设置的很少。那么对于实际的 TCP 传输呢，其实它一次可以传输上百或者说是上千个字节的。因此呢这里面的序号其实并不是说选择指定某一个字节的，因为如果说发生出错了，很可能是整一个 TCP 报文都丢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呢其实是连续的丢掉一段的这个字节。因此呢这里面的选择重传更多的情况下面是对一段字节来进行这个重传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这个序号呢它表达的意思呢一般都是说这个需要重传的这个边界。举一个例子，假如说这里面呢需要传送从1000到达3500的这么多个字节的数据，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把500个字节看作是一个 TCP 报文，那么这里面我们假设这个从1000到1500的这个范围的这个字节的 TCP 报文呢已经丢失了，那么这个情况下面就可以指定两个这个边界，分别是这个1000和1500，把它存储到这个 TCP 的选项里面去，表示说从1000到1500的这么多个字节都是需要重新的传送的。那么因此呢这个时候存储在 TCP 选项的这个1000和1500呢，并不是说重传1000或者说重传1500这两个序号的字节，而是说重传从1000到1500这里面的500个字节的这个数据。那么同样的，对于这个2500到3500的这个1000个字节的数据呢，
如果说我们在 TCP 选项里面指定了这两个数据的话，那么它表达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需要重传2500到3500这里面的1000个字节的数据。那么这一个是选择重传所需要注意的，它指定的是这个需要重传的边界，而不是指定的某一个字节。那么这个呢，也是因为这个 TCP 的报文呢，它一次传输是传输多个字节的，而不是一个字节。而在丢失的情况下面呢，其实丢失的是整一个 TCP 报文。那么对于整一个报文都丢失的情况下呢，那么在这个报文里面的一段的这个字节流呢，都是丢失的。因此呢，重传的是一段的字节流，而不是某一个字节。那么这个呢，是了解这个选择重传所需要注意的。最后呢，我们来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内容。那么其实呢，本节课并没有新的内容出现，我们只是结合这个连续 ARQ 协议和这个 TCP 报文呢，来理解 TCP 的这个可靠传输。那么在这个部分内容里面呢，我们主要是列举了几种情况，去结合这个 TCP 报文去理解这里面的可靠传输。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这个选择重传了。那么对于选择重传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重传的数据呢，它是一个边界，而重传的序号呢，它并不是指重传的某一个字节，而是指一个范围。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